样的生活真的很累，为什么连做自己都这么难？哇，你看他着得这么怪，扮洛丽塔呢？我以后都不着了。为什么要介意人家的目光？究竟真正的自己在哪里？我好挂住在你面前的自己。我妈咪啊，准你跟她一起啊。为什么我不勇敢一点？金先生是从事金融的，他是你的结婚对象。都有少少心意，那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。算了，我妈不会跟我一起的。发自内心的会幸福吗？这样的人生究竟何时才会完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时间能够